用投影机玩游戏有一个很关键的术语，赛车和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玩起来就爽很多了，支持 HDR， 画面质量和色彩还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3500流明，1.3倍的变焦，房间不用很大，100寸的画面只需要2.5米的距离就够了。除了一些3A 大作，平常跟家人孩子一起玩玩聚会游戏，自己用来看看球赛都挺合适的。想用投影玩游戏或者看球的朋友们可以考虑。